这台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日本字。对啊，最漂亮。这是台湾。但这外面这是塑胶呢。这个看起来比较小台啊。品牌就是塑胶机身的，我很喜欢那个金属机身，像 LG 吧 ，LG 奇异惠普，他们机身就是金属。哦，这是玻璃，它外面是塑胶。嗯。没，49,000，嗯，就太小了啦。那这一台是几升？我们不是只看洞口大小。这洞口还小吗？我哪知？我们都嫌太小，我哪知？它的洞口太大，水就流出来了。那就要再滚筒再更。